高雄左营区的自由二路上疑似有瓦斯外泄，在这现场还有很多的店家怕发生危险，就拉起了封锁线来管制，而且寻找瓦斯泄漏的源头。因为这个是低压瓦斯啦，那不漏气量很小了，那所以我们现在大概确定了漏气点在开挖的位置，那挖出来的话，我们就马上会处理好。而且因为低压瓦斯只有0.02公斤，泄漏量也很小，那目前在周围都测不到，只有测得到泄漏点才测得到。它、因为臭剂，因为瓦斯有添加臭味嘛，所以若稍微泄漏的话，就会闻得到瓦斯了。好，这起瓦斯外泄是发生在昨晚6点多，在高雄左营自由二路跟这个新厦街附近哦。消防队接到了多起通报，表示有闻到异味，在确认现场数值异常的状况之下，管制周边大约是30公尺的范围，也请周边的小吃店都提早打烊，避免火势发生危险，联络瓦斯公司前来处理。但幸好，因为这个外泄是属于低压瓦斯管线，它的漏气量呢相对比较小，在确认泄漏点之后就立刻开挖处理，结束了这一场虚惊。